北妹外爆了，谢天华臭仔冧老婆。谢天华自从饰演学警追击拉炳哥一角之后，就人气急升，不惜离巢无线北上发展，流光少之又少啊！而向来异野非闻的佢，上个月就有国内佳丽喺网上留言自爆：我和拉炳哥睡了，不但开晒名，又将开房过程详述，内容露骨大胆啊！而谢天华当然不满被人利用啦，就反击女方博宣传，日前就一家三口出巡晒幸福，两公婆情侣装上阵，慈父上身的佢就凑住仔仔谢浩飞，以行动力证冇小三。埋身，但未知系咪喺内地工作时间长啦？谢天华嘅品味亦都变得浮夸啊！两公婆情侣装出巡，一个就穿上品牌外套，一个就孭上品牌袋，两个成身品牌图案十分招摇啊！其实做到内地女子爆料大整蛊嘅人都有唔少噶，好似陈敏啊、女婿蔡子旭咁，婚后两日就被内地旧爱金若希喺网上公开二人床照，同埋自爆疑似怀有 Dicky 嘅屈辱，更加指控陈敏啊女儿先至系第三者。之后 Dicky 开记招。解话公开金若希自拍的道歉视频，而中国羽毛球坛巨星林丹赴大肚妻谢杏芳偷食，同热爱选美的内地女星赵雅琪过重甚密，更加相约上酒店寻开心。事后林丹在微博向家人道歉，幸得太太原谅。小三赵雅琪亦高调公开道歉，同时声名大噪。